今星期六晚啊，睇 Peter Hook and the Night 嘅演唱会咧，其实有好大嘅感慨咧，因为 Peter Hook 就系 New Order 最早期其中一个队员啦，咁另外就有 Bernard Summer 啦、Stephen Morris 啦，同埋 Gillian Gilbert。New Order 就系 Joy Division 嘅化身啦。Ian Curtis 就是 Joy Division 的主音歌手，也都是他们的重要主力写词的人物。就是在1980年临去美国巡回演唱前自杀，真是悲剧了。他们 New Order 想了一排重组呢，还是散band呢？他们终于决定就是1981年呢，再加埋啊 ，Gilbert 咧就组成咗 New Order， 咁所走嘅路线就完全唔同啦。从 Joy Division 有少少就系好少嘅 post punk 嘅味道啦，但系非常之好重 electronic， synth pop 嗰类咧，同埋带起一种 house music 嘅始祖啦。咁佢哋嘅第一张嘅single 咧就係重唱阿 Ian Curtis 所作嘅一首 Ceremony 就係喺佢哋 Joy Division 最後一張嘅大碟嘅 Still 裏邊收錄咗嘅現場錄音啦。咁對 Ian Curtis 嚟講，呢一首 Ceremony 就係佢一種解脱。佢寫嗰陣時係好似話係可以尋求到一種心靈實在的感覺。咁啊 ，New Order 就將佢哋再重錄。